距离歌手2018歌王之战现场直播还有四天，率先直击本季全新赛制赛况。距离歌手2018歌王之战总决赛仅有四天，4月13日晚19:30，与你不见不散，全新赛制。在上周五播出的突围赛中，歌手腾格尔、李泉、华晨宇、霍尊成功突围后去到了歌手之家，完成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和首发歌手们一起决定总决赛第一轮帮帮唱环节中的对手。选择时刻那叫一个充满悬念，紧张万分。今天首先就来和小哥看一看本季总决赛的赛制吧。总决赛赛制，第一轮为帮帮唱，七位歌手将分为三组，每组不少于两名且不超过三名歌手，分组演唱完毕之后将进行即时投票，票数最高者晋级第二轮，所有待定歌手通过两次投票决出第四位晋级歌手。第二轮为个人演唱，四位晋级歌手全部演唱完毕之后进行即时投票，票数最高者为本季歌王。比起以往的赛制，这一季总决赛的帮帮唱环节由于还有一个小组内的比拼，所以使得赛制更加的直接与强烈。而当每组有一位优胜者率先进入到第二轮时，观众将再次对剩下的四位歌手进行投票，新的赛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观众的考评更需反复思考。歌手常规赛冠军场次 Jessie J 华晨宇腾格尔。常规赛中获得了五场第一的 Jessie J 拥有优先选择的权利，他全权交给合伙人集结决定。随后获胜场次仅次于 Jessie 的歌手华晨宇来到大厅选择，看到花花以后，集结霸占了身边的两个位置，直言别来，华晨宇别来。最终华晨宇在维嘉的带领下做到了新的一组。轮到汪峰和腾格尔选择对手，他们的选择关乎到首先将是哪两位歌手同组竞技。当合伙人梁田问到腾叔的选择时，他说出了令场上所有人惊呼的答案，腾格尔选择和 Jessie J 同组 PK， 并直言这次歌手舞台上杰倩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。而选择第三组的汪峰也坦言，我自己也想唱第二首，这个晋级几率比较大。接下来是张韶涵的选择时刻，安琪拉镜直向前方走去的时候，花花以为将和自己一组，表情十分可爱，原来只是走秀。
最终，张韶涵选择加入了首发阵容汪峰的组别。很显然，两位歌手的演唱风格完全不同，届时究竟是谁更胜一筹？接下来，霍尊径直走向了 Jessie 和腾格尔这一组，被大家直呼简直为死亡之组。三位风格不一的歌手究竟将带来怎样的惊喜？值得期待。李泉直接和华晨宇一组，花花一手握住李泉，坐到了小组位置。三组各推选了一名代表，抽取第一轮竞演出场顺序。第一组出场，腾格尔、Jessie、Jib、霍尊。第二组出场，汪峰、张韶涵。第三组出场，李泉、华晨宇。决赛鏖战全面打响，究竟谁能问鼎歌王？我们拭目以待。